曾几何时是别人给予我爱，但是在那一瞬间，是我的光和热去温暖了他的人生。我一年365天，我基本360天都在工作的状态，只有自己的臂膀足够有力量，才能够撑起更多人的梦想。在一步一步的成长奋斗的路上，把这个爱的接力棒传递好，而且有希望的去点燃更多的火焰。现在的话，它是属于是我要肌肉运动过程中，我要一直处于一个握手的这个状态。哦，你就是很紧绷的那种。对，我就没法放松起来。在吉林省长春市，90后女孩张超凡受国内一家智能康复辅具研发团队的邀请，对一款智能仿生手做测试。尽管先天没有左前臂，张超凡早就习惯了单臂生活。可穿戴上仿生手的体验还是让他兴奋不已。也就是说，大脑想什么，我的手臂就能做什么。反而这个让大拇指敲起来，你看，然后关闭，然后现在想让五指张开，它就可以五指张开。我们带来的那种本体生长的感觉是非常有幸福感的，从它的美观度上还可以再提升。2022年的年初，张超凡安装了智能仿生手，在将近一年的适应性测试中，一些简单的抓握动作他都要成百上千次反复练习。使用智能仿生手拿取物品和握笔写字的细微感受，他也要及时的反馈给研发团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手臂现在的这种科技相善的力量，可能我也是希望通过基金会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去找到更多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为他们去安装这个智能仿生手，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这种重新获得生命本体感的这种幸福感，然后实现能够用双手去拥抱生活的梦想。8年来，张超凡仅凭一只右手，通过山区支教创办公益课堂，在青春赛道上奋力奔跑。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点亮孩子们的希望。其实现在挺火的词儿不叫躺赢嘛，我觉得这世界上真的没有躺赢的捷径，成长奋斗的路每一步都算数。1992年，张超凡出生在吉林长春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天生没有左前臂的他成了不一样的孩子。起初，儿时的张超凡不愿意照镜子，不愿意和其他小朋友玩耍，与别的孩子格格不入。在家人悉心呵护和鼓励下，张超凡的生活被许多兴趣爱好充实起来，速滑、武术、游泳、打球。凭借着毅力和坚持，他挑战着一个接一个艰难，甚至别人看起来他无法完成的任务，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优秀成绩，性格也变得开朗起来，尤其是七彩的画笔打开了他心灵的一扇窗。但是我的情绪表达其实很神奇，就是通过画笔来表述，我可以把我自己去过的地方、吃过的东西、见过的人用画笔描绘出来，而且描绘的还很生动、很形象。绘画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赶走了张超凡内心的阴霾，也调亮了他逐梦人生的底色。2011年，19岁的张超凡以美术特长生的身份考入北京工商大学，圆了自己的艺术梦和大学梦。大学2年级时，张超凡自告奋勇，顶着42摄氏度的高温，报名参加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一所中学的支教活动。他走进大山，教山里的孩子画画、写书法、学习摄影，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超凡姐姐。他说，姐姐你就像白雪公主，就像动画片里的白雪公主，我们就都是你身边的小矮人，即使有一天你会回归到你现实的生活，但是你要记住，这一群小矮人会永远守护着你，永远爱你。支教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可孩子们那一张张稚嫩的小脸和一双双求知的眼睛，在张超凡心中埋下了一粒种子。
对于一个从小那么自卑的我而言，我觉得就在那一瞬间，是孩子们点亮了我，他们让我知道了，其实曾几何时是别人给予我爱，但是在那一瞬间，是我的光和热去温暖了他的人生。我觉得这份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当时当孩子们说出这样话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太伟大了，我要坚持下去。大学四年里，张超凡勤奋刻苦，不断挑战自我。他曾获得国家级奖学金，7次学校一等奖学金，曾被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等单位评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北京市三好学生、首都大学生诚信楷模。2015年临近毕业。被光环围绕的张超凡却做出了一个让同学们意想不到的决定。艺术教育的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他放弃了读研究生和去南方某大型企业工作的机会，要回到家乡创办一所艺术教育培训学校。超凡从小吧，他就有一股坚持到底的劲儿，只要他认准的事情，从来没有回头过。每天看着他东奔西跑，瘦成那个样，我和他爸爸真的非常心疼。刚回到长春的那段时间里，从学校的装修方案、形象品牌推广到制定办学理念，张超凡想要建立一个既能提升学生绘画水平，又能塑造向上向善心灵的正规化培训学校。但资金、师资储备、生源等形形色色的问题，让张超凡伤透了脑筋，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我可以说，一年365天，我基本360天都在工作的状态。当只有自己的臂膀足够有力量，才能够撑起更多人的梦想。办学初期，一些老师因为学生少的原因相继离开，张超凡就从零做起，凭借骨子里的韧劲儿，咬牙坚持。自己手把手地教孩子们画画，更加努力地教好每一个孩子。做好饭了，孩子没回来吃，那你说张奶奶这心情啥滋味儿？不好受。她说："奶奶呀，我上山区支教，你都不知道啊，山区的孩子可苦了，我一定回来办学。"在课堂上，张超凡更像是一位知心姐姐，除了教孩子们绘画技巧外，张超凡还希望通过和孩子们一起分享画画过程中的感受，彼此携手跨越心中的障碍，互相成就各自的梦想。这些孩子们的作品，他们都是很有想象力的，都是天马行空的，所以说我也坚定了自己一定要创业成功的决心，因为只有自己成功了，我才能够去帮更多的孩子绘制他们的青春和他们的爱。张超凡不断在教学实践中总结经验，摸索出了一套寓教于乐的教学模式，以一幅画、一首诗为载体，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把做人做事的道理融入课堂，培养孩子们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我觉得不仅仅是在绘画技巧上对他们进行一个教授，更多的是帮他们打开这个心灵的窗户，能够通过画面更好的去治愈孩子们心灵的创伤，然后能够让他们微笑的、快乐的去拥抱新的生活，能够通过画笔去绘制他们精彩的未来。我也坚定了自己一定要创业成功的决心，因为只有自己成功了，我才能够去帮更多的孩子绘制他们的青春和他们的爱。更多的是帮他们打开这个心灵的窗户，能够通过画面更好的去治愈孩子们心灵的创伤。他们或许身体可能有不足，但是他们在追求精神完整的情况下，还去不断的自我蜕变，在青春的赛道上拼命奔跑。张馨月、吴东琪、王怡、王百佳，记住，你们就是最幸运的那人。张超凡的努力被许多家长看到眼里，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也被极大的调动起来。通过张超凡和老师们一年的辛苦付出，来参加美术培训的高中2年级学生，全部通过了吉林省美术联考，并且一年后都考入了理想中的大学。
口碑相传，学校渐渐热闹了起来。2015年冬天，艺术培训学校刚有起色，张超凡就拿出他参加比赛获得的奖金10万元，设立了超凡公益梦想课堂，为残障儿童、孤独症儿童免费提供全套的学习用品，让这些不一样的孩子有条件接受艺术教育的熏陶。超凡姐姐，我画的是神舟15号和神舟14号会师的时候。这个名叫欣欣的小女孩和张超凡一样，先天没有左前臂，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她不能经常来超凡公益梦想课堂上课。张超凡就定期和欣欣视频通话，远程指导她画画，对她进行心理疏导。在张超凡的不断鼓励下，欣欣一点一点发生着变化。就是他以前是不敢说话的小孩，现在他是他们学校校园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小成员。就是他以前画东西都是那种黑的、灰的，或者是蓝色的，就是那种颜色给人感觉是冰冰冷冷的。但是现在他画，你看他刚才给我看的那个，就是住着小白兔的蘑菇房。你看他这个房子就是红颜色的、橘色的，都是暖橘色。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小女孩现在变得很温暖，然后很开朗，很快乐。这些年来，张超凡办学的规模越来越大，由最初的一家培训学校发展为现在拥有3500平方米无障碍教学大楼、有操场和生活区的教育集团。随着创业梦想逐步实现，张超凡的公益之心也越来越火热。如今，超凡公益梦想课堂每周开设不少于8个课时的课程，已帮助超过400名残障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圆了艺术梦。学校还经常组织教师志愿者到乡村小学、特殊教育学校免费送课。与此同时，超凡教育集团每年设置30万元专项助学金，对来自特殊家庭的学生给予3000元到10000元的助学资助。他们在小卡片上写道说，我希望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帮助更多的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还有人说，我希望当兵报效祖国。还有人说，我希望当宇航员冲上太空。2019年，张超凡在长春市绿园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又投资打造了超凡梦想小镇品牌项目。小镇成立了残障人士创业孵化基地，搭建无障碍创业空间，以帮助91名残障人士实现了创业致富的梦想。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或许身体可能有不足，但是他们在追求精神完整的情况下，还去不断的自我蜕变，在青春的赛道上拼命奔跑。张超凡事业上的成功支持了他更大的公益梦想。2019年，张超凡与几家爱心企业共同成立了吉林省超凡梦想公益基金会。基金会成立以来，持续开展了温暖校园关爱活动、抗战老兵关爱计划等10余个公益慈善项目，并且资助了许多身患重病的教师、残障人士家庭的子女。张超凡和同事们的爱心善举，也潜移默化地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我们的鼓舞是很大的，然后就包括我的女儿也是，她跟我说，妈妈，将来我也要做像超凡姐姐这样的人。她说，妈妈，等我要是考上大学了，我回来的时候，我也要到山区去做支教，然后我也要帮助更多的人。无论工作和生活多么忙碌，张超凡仍旧不忘学习。2015年底，他考取了硕士研究生。2022年8月，他又考入吉林大学，成为了一名博士研究生。张超凡自强不息、努力拼搏的精神和热心公益的实际行动，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他曾荣获第8届全国道德模范、第24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在闪光的荣誉和成功的事业面前，张超凡说自己只是一个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普通女孩。如今张超凡又有了一个新的计划，他希望通过借助现代高科技的力量，启动爱满吉林重长人生公益计划，在不远的将来为残障儿童免费安装智能仿生手，开启他们新的人生。我想把它练习得像超凡姐姐一样好。就装上这个仿生手之后，我觉得心上很大的就是像是心理上的安慰。在那个安装的过程呢，我都会觉得那是宛如新生，因为这是一个新手。新手以后他就会有一个新的手。我就觉得这一次长春之行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只是让他知道其实每一个人身边都会有不一样的爱和关注。我也相信我未来要做得越来越好。张超凡，这个曾经不一样的折翼女孩，从怯懦到坚强，从弱小到强大，她挑战自我，实现梦想的同时，始终不忘助他人一臂之力。在一步一步的成长奋斗的路上，我会跟所有的残疾青少年们一起携手，把这个爱的接力棒传递好，去点燃更多的火焰。